第三试题，常压下某纯物质在10度C 时为固态，但在120度C 时为液态。已知此纯物质为右表中四种物质之一，则此纯物质为何？我们看到，纯物质在10度C 的时候为固态，就表示它的熔点要比10度C 高，所以呢，乙跟丁呢是不可能的。而我们在120度C 的时候为液态，就表示我们的熔点要比120度C 来的低，所以呢，丙呢也是不可能的，只剩下甲是可能的。因此，第三十四题问我们说，则此纯物质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甲。